欢迎来到晨星娱乐综合频道，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松下洗护总裁与明星代言人梦幻联动，强势打响618首战，618狂欢拉开序幕，各类品牌争先造势。6月7日的松下洗护618直播，松下家用电器胡杰华总经理与代言人迪丽热巴强联手，共创直播盛宴，成功从同类品牌中脱颖而出。当天全平台总曝光高达 7.9 亿家，全平台观看总人次达1016万家，突破历史新高。此条迪丽热巴直播一度登上热搜文娱榜单前10，实现高效转化与曝光。致敬每一面，热巴有一套的主题全程贯穿松下洗护618直播，不仅延续了松下洗护全年大主题致敬、致护、致美，更是围绕代言人迪丽热巴的一套秘密武器造势展开揭秘，吸引大众的关注度。两个话题总阅读量 7.2 亿家，总讨论量 109.8 万家，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度与讨论度，全网发酵，引爆松下洗护618直播，多平台流量矩阵布局早已在5月埋下伏笔。微博、京东、天猫等多个平台联合发酵，助力松下洗护618直播。微博热词热巴有一套秘籍引刷屏讨论，总阅读量高达 4.3 亿家，互动讨论量达 3.7 万家，同时引爆代言人迪丽热巴的超话，掀起粉丝讨论热潮。松下洗护总裁实力破圈，引领生活新方式。6月7日当晚，松下家用电器胡杰华总经理现身直播间，为代言人迪丽热巴送上超级定制大礼，为粉丝送去多轮惊喜福利，并亲自为直播间的观众讲解产品特性及其适用人群，向大家科普如何使用高效省心的产品来开启新的生活方式，提升生活品质，并引导用户有序主导自己的生活。花式玩法种草，零距离展示创新实力。通过对产品亮点的提炼，整场直播围绕致敬每三个区域展开相应的互动玩法。现场代言人迪丽热巴更是安利了她在日常生活中的洗护秘密武器松下洗烘护套装，高效完成洗衣的同时，更带来护肤级的护衣体验。女明星衣物时刻保持闪耀的秘诀，无疑成为了传播话题点，爱丽丝们也都纷纷被种草。除了女明星的好物安利之外，直播中更有快速问答、实验小游戏、 DIY 制作等极具综艺娱乐感的环节，拉近与年轻消费者的距离。同时结合嘉宾对高品质健康生活的追求，向观众传达努力生活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享受生活的理念，用积极向上的态度感染消费者。同时松下洗护将产品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进行绑定，让年轻人在不同的场景中都能与松下洗护产生情感共鸣，使得松下洗烘护套装致敬每一面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直播中针对吃火锅染上污渍异味、上班族忙碌穿衣的早晨、吸猫族对猫毛的烦恼等具体的生活化场景展开讨论，使品牌成功触达消费者内心。品牌破圈，一个小时吸引1016万家人次观看，这场直播总计吸引了1016万家人次观看。直播预热期间，微博平台已突破200万家人次观看数。代言人迪丽热巴现场的互动分享，整场直播丰富有趣的环节设置和一小时五轮重磅惊喜福利的加持，使得直播间互动量持续高涨，引爆全网。此次松下洗护618的直播完美收官，在安利新生活方式的同时，还传递了松下洗护以缔造美好品质为初心，不断超越自我的态度，用品牌理念影响更多的消费者。期待松下洗护后续更多精彩的活动。气质青年男星朱一龙杨洋上榜，有你心仪的他吗？最近娱乐圈对于古装剧的投入力度是很大的，很多古装剧男神也随之评选出很多出来。今天我们来说说在娱乐圈中很有气质的青年男星有哪些吧。
排名第一位的是朱一龙。朱一龙出生在湖北武汉，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近几年朱一龙出演的影视作品频频上热搜，他出演的剧评分都不错，而且剧中剧情吸引，不同于很多偶像剧。其中《镇魂》《叛逆者》《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作品都是很值得去观看的。在每一部剧中，朱一龙的气质都很独特，特别是在《镇魂》和《知否》当中，他的气质能根据人物设定而改变，而且朱一龙的颜值是很高的，可霸气，可柔弱，这取决于他的五官。不得不说，这真的是基因遗传的好呀。朱一龙正向着实力演员的转变，很多网友其实都对朱一龙的演技很认可的，特别是在《知否》上看到朱一龙的演技，很多网友都对他很认可。第二认可的气质男神则是杨洋。杨洋出道时间也比较早，如今已经成功转型为实力派演员了，他主演的偶像剧每一部都深得网友们的喜爱，其中最具有代表的有《特战荣耀》《你是我的荣耀》《盗墓笔记》等等。很多没有深入了解杨洋都觉得杨洋是一位很高冷的人，因为在很多剧里他饰演的基本都是气质男神高冷性格，但现实生活中他很开朗很阳光，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阳光少年感十足。近年来杨洋出演的综艺节目还是很有热度的，更多粉丝看到他的综艺节目反而更喜欢了，才发现杨洋的性格有如此大的反差，因为杨洋自身所带的气质太强了。第三位则是黄轩。黄轩出生于甘肃兰州，黄轩的实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出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女医明妃传》等等作品都是评分很高的，而且黄轩的出道时间还是很长的，代表作有很多，出演合作的明星也非常多，出道这么久他也没有传出不好的绯闻，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演艺事业。很多人都知道黄轩是一名出名的演员，但他其实是一名舞蹈演员，他学习的专业也是舞蹈专业，出身舞蹈专业的演员气质都会培养得很好，不管是男明星还是女明星，例如佟丽娅、古力娜扎、罗云熙等人身上的气质都很好，特别是出演古装等剧身姿形态都很好看。最后一位要说的是白宇，尽管白宇最近没有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但他还是评选上最有气质的男星之一。白宇自身带的荷尔蒙气质是很强烈的，他是一位尽管留着胡子还是很帅气的男星之一，他身上带有的独特气质很吸引网友，戴眼镜时就是斯文小生的模样，脱下眼镜就是妥妥的硬汉气息，如此强烈的对比很多男星是没有的。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感谢观看视频。